黎明宣布当爸，四大天王均成人父。黎明日前被曝和32岁女助理阿 Win 热恋，随后传出女方已经怀孕6个月。19日，黎明出席香港影视娱乐博览会，被问到当爸爸这件事，他三缄其口，不愿多谈。不过晚间，黎明在脸书承认当爸，并称不会让家人曝光，相当保护家庭。黎明写说，他和妻子阿 Win 都是曾离过婚的人，有机会走到一起是缘分，如今有了小生命，我成为父亲，进入人生中另一阶段。作为父亲，我必须保护好家人，我不愿意让家人随便曝光。黎明也坦言，不管将来如何，时间会去证明一切。看完整内容。